Hello，大家好，今天吃的是肯德基，然后这边是6个蛋挞，3个是那个榴莲味的，3个是原味的，然后1个那个吮指，还有中薯，鸡米花，还有1个小龙虾的那个汉堡。现在吃一个这个榴莲的蛋挞，因为我之前没有吃过，还有这个小龙虾汉堡，我之前它出的时候也没有吃，所以就想买来吃一下。这是榴莲的，我觉得它的榴莲味比原味的稍微甜一点，可能榴莲味还是挺重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原味的那种奶香味那么香。哎，我再吃一个原味的。我觉得这家蛋挞做的有点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原味的好吃。我就喜欢那种稍微烤的焦一点的那种。来吃一下吮指原味鸡，这一块真的超级大，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块那么大。我觉得这块笋只是我有史以来吃过肉最多的一块了。
哎呀，那小龙虾堡，小龙虾露出来了。感觉味道不是特别美妙。哎呦，看一下，这样子的，里面有一块鸡排。我刚才尝了一丢丢，我感觉味道不是特别好，这个酱可能我不是很喜欢。来吃一下。哦，十三香是不是就是说香料放了很多？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不好吃，没有经典的那几款好吃。它这个堡跟我想象中味道一点都不一样，我以为它是那种小龙虾，然后辣辣的，没想到它是那种酱比较腻的，就是没有辣味，我觉得。但是现在后面慢慢品的话，会有一点点嘛，就反正不辣，就不太香，就是酱很腻，我觉得。而且五香味就真的有点重的那一种，我等下吃一部分，剩一部分，感觉吃不完。嗯，懂了。我觉得这个汉堡跟这个酱真的是很不搭。你们有去吃过这个汉堡吗？你们觉得好吃吗？我觉得不太好吃。
东西有点冷掉，然后重新微波炉加热了一下。哦，就是之前那个，我是看上一次的评论区里面说有一条弹幕问为什么我要坐在这里录视频，难道是为了什么炫耀我家有多大吗什么之类的。其实虽然我不知道发这条弹幕的人是什么心理，但我告诉你，我根本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坐在这里录的。因为现在你们知道吗，就是天气很不好，冬天嘛，阴天比较多，就光线也不足，就不太适合录视频。以前夏天的话就完全可以靠近那个自然光录视频，然后冬天的话就整个房间里面都很暗，所以我要找一个有光源的地方。像我现在坐着的地方，它前面这个房间是有一盏很亮很亮的灯，所以我就不需要说自己买什么打光的灯啊，或者是那种环形灯啊，就直接靠它就可以了。是因为这边有一个灯，所以想坐在这边光线比较好。最主要是其实房间很多，你可以坐在房间里录，主要是这一盏灯它是有那个暖光的，我觉得暖光看起来就是可能比较温馨一点，食物也会更加有食欲。这个好像是榴莲的，榴莲的味道其实挺好吃的，可是就是没有原味的好吃，我觉得。搞得我腮帮子疼。这还有三分之一个龙虾堡，真愁人。主要是我爸妈都很讨厌吃汉堡，都没有人给我解决掉。最近我超级想去换发型，就是想去染发或者是卷发，可那天我一说，我爸就给我否决掉了。其实我是一个很纠结的人，怎么说呢，其实我每一次去理发店就是换发型卷发或者是剪头发都会很不开心，就是弄完发型之后就可能觉得照镜子就不顺眼之类的。其实我的头发的话，我卷过两次，然后洗直啊或者是拉直过大概四五次的样子，就挺多次的。我记得我第一次离子烫是小学的时候，小学大概五六年级，因为我妈是那种卷毛自然卷，然后我的话就是会额前这里的头发碎发也会自然卷，所以我妈就带我去做那个离子烫。那个时候就是流行那种离子烫嘛，
就是烫完之后头发是直的，但是头皮这边会贴下去很平很平很平的那一种。然后后来好像是高二的时候，就是学校里很流行那种卷发，然后我也去理发店卷了一个，卷发大概持续了一年多，超级超级长，就已经长到腰的那一种。高三寒假的时候，因为我妈觉得高三啦，学习应该很忙，然后头发那么长，就想把我剪短一点，然后她就去带我去剪短，然后剪得超级短，然后主要是剪短了还给我洗直了，就是头发就很飘逸又很短，你知不知道，就挺丑的，就显得脸很大很大。就给你们举个例子吧，就像就是流星花园里面朱孝天的那个发型，长度就那么长，然后又很飘逸，洗直过的。那一次晚上弄完头发回家，我真的还大哭了一场。就经常有想折腾头发的想法，但是做完之后都是很失望的那一种。它那个榴莲果肉还是挺多的。还有一个是原味的，吃饱了，还有三分之一个汉堡。其实我第一次吃肯德基也是我爸妈去外地，好像是去上海有事情出差，然后带回了一块那个香辣鸡翅，我快没电了。我那时候觉得超级好吃，超级香，这是什么神仙东西啊，怎么那么好吃。后来我们这边椒江，就是我们那边市区开了一家肯德基，然后我们去吃了那个汉堡，一家人点了大概十几个，因为很多人去，我快没电了，所以我说话很快。但是我们觉得超级超级超级难吃，所以我们家里人除了我之外可能都是